啊，电源开关，先把电源开关打开。啊，往上，嗯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你再把这个，把这个压下。把这个压下去。啊，压下。压下去啊。对对。看到了。可以了。听到了。啊。就这样，这样。是啊，看到没有？等会儿啊。没有灯，从前面，从前面方向。嗯。正面啊。这样看到了，看到吗？啊。看到吧？看到。往上面拉。往后，往右拉。哎，拉到最右边。哎，这样。不要提，不要提啊！先往这边拉，对不对？啊啊。嗯。拉到最右边，对不对？嗯。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再按这个，它这里有个灯是故障，对不对？对的，有个灯就是故障灯。哎，你不要拍我，你先不要拍我，我就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搞得这样了。故障灯，比如这个，比如这个断掉了啊，这里有故障灯，对不对？嗯。要把这个理好。啊，线理好。哎。嗯，拿到这里，总不要，这是另外的，这个这个是啊，这样对不对？嗯。然后这个夹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把线夹好啊。夹好，再看，它这里还是有灯，对不对？嗯。它这里还是有灯，对不对？对。有灯能检查一下这个灯的，它有没有不要碰这个铁。就等于这个不用碰这个铁啊，等于这个这个东西不能碰这个啊，你看清楚啊，你把这个线拉紧点啊，这样子，拉好，对，拉好，对吧？再按这个，按复位，按暂暂停，暂停，暂停，它这个灯都灭了，啊，这个都没有灯了，对不对？没有灯，对不对？嗯。再按这个线，这是复位线，复位线，哎。它后边它这个会闪一闪，闪一闪。啊，一闪一闪的。一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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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再按启动。再按一下绿色的启动。你看，它按照后边线，它这里会显示这个。对啊，它会显示这个。啊。对吧？嗯。你再按这个启动。再按一下启动。哎。真的在那个本身在哪？在盒子里面那里。盒子里啊？吸这么多血。不是的，那东西都在里面。啊，都在里面。啊，可以了。可以了吧？嗯。你看这种，这种一开，你看，它这个这种一开，好，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它这个弹开就可以了，啊、是吧？弹开了，弹开了，这个三角也要全部起来一次，这个三角也要全部起来到位，这个。这个满的，就是这样的，一满的全部起来，这个也有开这样的，啊。嗯嗯。再这样操作，再把这个，对吧？这个小弹头，嗯，对吧？把这个拿起来，这样，对吧？嗯，啊，拿起来，拿起来这个线，对吧？嗯，这个拿掉，对不对？这样穿好，对，好，穿好放在这里，对，那边有，就插在这个巧子里面。这个东西先插到这个槽子里面去，这个槽子，因为它这里有个这个啊，我用指的时候它就知道了。嗯，对吧？插到这个槽子里面，对吧？卡进去。嗯。是吧？嗯。夹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嗯。夹住，再穿这个。这是第二根线。啊，第二根线。把这个，看到我的手啊，这里啊。啊。嗯，看到了。拿到，拿过来，一定超过这么多位置啊。嗯。对吧？没有这么多位置，这样看得动。哦，就这个，我死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嗯，别的不要找我了。可以了。啊，这个拿起来，这样要藏在这里。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，这样，看。啊，这样，拿到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嗯，看到了。看看，再拍这里，还有后面，用手指头。这有个螺丝，看见了没有？嗯，看到了。推起来，往上抬，推起来啊！推起来，对，推上去啊！抬起来，嗯、再拍前面，再过来，嗯，再过来。这个，这个东西一定要平行的插放进去，这样是这里，就放到这里面，嗯、啊，再按下去，把它往下按，这个，啊，这样。
这个线切断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它自动把线切断了。对对对对，切断了以后，啊，再把这个吸头，看到没有？我来了。嗯。来回吸一个几次，对吧？嗯。把里面的东西，这个里面还有个东西。里面的东西把它抠掉。这个把它抠掉，或者扔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啊，再把这个，再把这个灵药器打起来，那打起来，嗯，对的，嗯，打起来，再拿手拿好这个线，把这个线拿到手上，啊，拿到手上，这是拿的，开机，是吧？那个线头去哪里了？放在下面，放在下面，再下来。哦，再按一下。等会儿啊。不是。哎，它这里有灯开不了。啊，它这里有这个灯。有这个灯就是故障灯，就是开不了的。开不了，你这样开不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开不了，你看这样子不是？你电话按一下这个红的，检查一下这里，检查一下。哎，这样。这样有没有碰血的东西？这里检查一下啊。嗯。就这个部位，对不对？嗯。好了以后，再按一下这个停止。嗯。你那个灯就拍照去啊，再按那个停止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它这里没有了。对的。对看到了。对吧？嗯、没有了。再按启动。嗯。是吧？嗯，你呢？按完啊。嗯。啊，这个第一的运转，你看，第一的运转。啊。第一就可以正常运转了。